朋友们好，我是阿良。昨天老乡跟我说，这山里面一个小水库，然后已经放水了，里面还有很多的小鱼。他昨天捡了20多斤，所以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去看一下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啊，出发喽！看没，这个小泥塘里面还有好多鱼，水都有点浑了，我们现在要下去抓鱼了。两个鱼，那里面太深了，进不去了。这里有两条，上面还有好几条。新鲜的，我去，最后就捡了这么一点点，大概只有2-3斤不到吧。这里面应该还有好多鱼，不知道怎么弄出来，太冷了这个天。真的全是泥潭，陷进去很难拔出来的。走了1个多小时山路回来，这些鱼还有这么多活的。